在我们的电影的制作的整个的流程过程当中，我了解到的是两种方式，一个是制片人中心制，再有一个是导演中心制。那这两种操作方式，他们各自的利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就你提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嗯，因为现在实际上中国整个一个在向那个制片人中心制那个转变，嗯，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跟那个整个中国电影在产业化这个基础上快速发展是有关的。如果说借鉴的话，它主要是借鉴了就美国的这种产业化的这样一些经验。我觉得就是从那个制片人那个负责制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一部影片的成功，他的把握考虑会更立体一点，更综合一点。因为制片人从一开始他选择一个创意，到组织一些编剧，到组合一些主创，以及他的市场营销，它是一体的，它是唯一一个在剧组里面贯穿始终的这样一个组织者，所以他的作用和他的那个这种能力强与弱，实际影响到这部作品的他最后的输和赢。导演每一个导演当然到了在艺术环节里面，导演变得十分重要，嗯，但导演他会比较过度的去关注他个人的艺术的体现和艺术的表达，嗯，艺术的体现和表达，他对两极的思考会比较少一点，少一点。所以一个好的那个制片团队或者我们的一个创作团队，我们发觉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组合。就有些制片人成功的一些制片人，他总有几个很好的合作者，这合作的组讲的是主创团队，嗯，那么这样保证他的利弊得失之间啊，就是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种状况当中去。嗯嗯，从我个人立场上来讲，我可能在十年前我是搞自己搞创作，自己搞研究，我会比较推崇导演中心制。